这里他说哈，这个二次方程的两个根是一个等于零，一个四分之一啊。那问 a、b 哈，两个数字是多少？好，那它的两个根是这个的话，你把它带进去哈，要满足这个方程式。首先我把 x 哈带进来 ，x 等于零带进来，它得到什么？带进来的话哈，就多少呢？这个是零加零啊加 b。啊，这个会等于零啊，所以就得到呢 ，b 等于零。好，啊，再来你把四分之一带进来，也会满足这个方程式。把四分之一带进来的话，就是十六分之 a 减掉多少呢？四分之一。啊 ，b 现在是等于零嘛，这个等于零，所以我就晓得哈，四一四四四十六，所以四分之一 a 哈就等于到。把一移过去，所以 a 就等于四，所以 a b 是四零，所以啊这个 a 是等于四 ，b 是等于零。